家给围死了，腻腻歪歪打下去，谁都落不着好。我们给各位备了两样好吃的，一样是子弹，一样是饺子。想打我们奉陪到底，觉着打够了，把枪举起来换双筷子，九连陪着弟兄们一块儿坐下来吃饺子。 老狗，别跟狗儿子废话了，赶紧领人上吧。再等等，已经给捂锅里了，揭锅盖照样没了。连长，听着不对劲，人是不是都跑光了？营里让我们联手揭发起突击，不能再等了。焦团，不，带六个弟兄过去挡挡道，给他们凑6顶钢盔。 烟雾弹，张茂才，走。伤人，死的廖家先交火线了，活的上皇庭。你们都先后退！ 捡起来！不接受投降！把枪捡起来！把枪捡起来！骡子，你他妈还等什么呀？开枪啊！他们已经投降了。这么惨，这么惨！开枪啊！国才，不能杀俘虏！你装什么活菩萨？指导员都让人炸成两截了！ 加上带伤的，只要没让担架抬走的也算一号，还剩46个脑袋。117减46，全连伤亡71。把阵亡的单子理清楚了，赶紧报上去，别耽搁了。打一回仗报一回丧，以后你别老让我干这个。 就你十几个数，指导员也走了，你不干谁干？国民党这身行头不错，就是打仗怂点。 掘摸了一轱辘，装上看合适不合适。人七连缴了3门榴弹炮，2部石螺卡，咱也就领了一个瘸腿小山炮。你让弟兄们都摇摇自己舌头，他还知道疼吗？活着比什么都强，搅他们那么多破铜烂铁，管蛋用。在上次战斗中，3营9连打得勇猛，打得顽强。 也遭受了惨重的伤亡。本来是要为他们请功的，但就是因为连长谷子地下令枪杀已经放下武器的俘虏，还私分哄抢他们的衣服，无视战场纪律，在全团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石首长责令我们，对这一无视战场纪律的恶劣行径，要给予严肃处理。因此，经团党委研究决定。 给予相关责任人严厉处分如下：1、调整县9连建制，谷子地以下46人全部转入团预备队，听候处置；2、原9连连长谷子地给予军纪处分即大过1次，禁闭3天；谷连长。 吃饭吧，饭凉了。好一摸到炕沿儿，就差脱裤子了。吃饭着什么急？哎，可算歇过来了。打进了139团就没这么舒服过。 这大粮仓得囤多少谷子呀？光咱俩人算糟蹋了。怎么称呼您？王金存。干什么的？文化教育。打我进来就看见你跟这儿写，睡醒了你还写，写什么呢？家信。 给小媳妇写的，这个是小媳妇给织的，啊？嗯。听他们说，一营有一文化教育，冲锋的时候衰了，要军法严惩，是你吗？不是你。 是你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衰就衰了，谁他妈不怕死啊？头边上飞枪子儿，裤裆里的炮手榴弹，就是神仙也得衰。团部的意思，你别误会了。把你们顶到最前面去，那是对你的信任。九窑厂的阵地我看过了，地势不错，比北岸高出1大块去。咱们的延伸全都在他眼皮子底下，谁守到那儿谁占便宜。原本想从二营调出两个连顶上去，但是现在主力区扩大了，人手实在是掰不开了。你明白我意思吗？哎，说话呀！ 真他妈香！小丫头，娘们走路才摸这地方呢，你这外八字脚也不改改。说点正经的，有什么要求你赶紧提，我个人能给你解决的，尽量满足你。你说的，我现在手头上没有像样的火力，你得给我配顶马克沁。 我给你配2挺重机枪，外搭3000发子弹，缴了一门小山炮，舍不得扔，炮弹不好找。让军需的人给你找，找着了全归你。我手底下人擅长打土工，炸药、雷管舞的，能拿多少你得让我拿多少。随你，只要你们能扛得动。 缺人，给补30个人。不行，我好歹也是预备队机动连代理连长，不多要，给20。真的不行，5个行不行？不过分吧？团里能下去的全在下边呢，我手里没有一个多余的脑袋。老顾，真没有人了，团长的经文院都牺牲了，都没有再招人，让我一个人把经文院、4号院全歼了。 陈磊，行，你就给我补一个人吧，给我派指导员。你们连都剩不到半个连了，要什么指导员啊？这场攻坚战，指导员要是不牺牲，我他妈也不会犯这错误。明白就好。这指导员呀，你自己兼着吧。 那我们从俘虏身上扒的那围脖钢盔靴子捂的，弟兄们就穿着了。你他妈！行，你们留着吧。小梁子，哎，把东西给他拿过来。哦，梁子，什么好东西？大黄龙，团长自己都舍不得抽。哎。 怎么就剩半条了？都给他。每回都抠抠搜搜的，顶多给半包。这回是怎么了？老谷，咱们老八区教导团出来的战友，还剩几个呀？你一个，我一个，还有谁？ 行了，让部队赶紧准备吧。工事2营的人已经给你修好了，你就自己保重吧。我还有最后一个要求啊，我自个儿找一指导员，你们不能拦着我吧？就跟我关一块儿那主，你崩了他也是崩了，不让他死在战场上。小梁子，哎。 你小兔崽子屁股后边那把烂号叮了咣啷的，不会是漏气了吧？没有啊，薅出来呀、啊！那到时候你可得玩了命的给我招呼啊！放心吧，你又不是头一回听我吹号。老大耳朵现在就竖起来了。再给我重复一遍命令：明天中午12点之前，不惜一切代价，在文和南岸旧窑厂坚守阵地。还有。 不管几点钟，以集结号为令，随时准备撤退。听不见号声，你就是打剩下最后一个人，也得给我接着打下去。是。这大豁子，一个营顶4个小时都费劲。把那门小山炮藏房后边去。是。 往里放，都往里放啊！别图省事，摆在窑口，落一炮弹全毁了。往里放，多拿点麻袋过来，这边装瓷实点，把麻袋。这是挡子弹的，是。装瓷实点，是。川高啊，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别直着绑了，你得斜着缠2道，绕过去再缠2道。 炸死喽，明白吧？哎，排长，上次打5城的时候就照你说那么绑他，结果一点火炸包不直着飞，斜着飞5连头上去了。有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这兔崽子，我踢死你！这，都戳这儿当靶子呢，赶紧张罗人，按老规矩，20步一个，给我散开了啊！哎。 这回不20步一个了啊！啊，前面仨，后边仨。连长，连长，您我给您领来了。哦，来了，来，姚大鹏，公布。来，听。哎，都给我把手里活停一下。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新任我们9连的代理指导员王金存同志，大家欢迎。怎么着，手指头都冻僵了？我拿镐把给你们凿凿。王指导员识文断字儿啊，哪个要有话留给家里的，找他。一排长焦大鹏。 打洛阳时候庆功吃烙饼，差点给噎死。爆破手吕匡沟，狙击手蒋茂才，3排副孟世林，外号老刺猬，机枪手娄广田，弹药手龚良国，叫黑子吧。连长，连长，我给我娘写了封信，还有几个字不会写，让指导员帮我填上吧。 这经咋念啊？哎，你杀的人太多，念什么经都没用。我杀的是反动派。指导员，咱俩要是能活下来。 你得帮我给家里写封信，要是死了就算球了，我省事儿，你也省事儿。甭管了，一会儿拖后边去，死球了。 又他妈不早了，爱他妈几点几点吧，都给我支着耳朵听着点号声啊！支着耳朵听点号声，都歇够了吗？袁姐该上门了，抄家伙伺候着。 新来这位可有点衰啊，不碍事，见点姐姐踏实了。嗯，别着急，再放近点。 手榴弹够着脑瓜顶再开火。知道狗为什么咬人吗？人一害怕，身上有股怪味儿，狗就专咬这种人。子弹也一样，谁害怕他找谁。只要你不害怕，子弹绕着你走。把背包没用的都撂下。 陈主席，听我命令，等我命令再开火。当官了吗？把这个敲了。我瞄着呢，我把它给你放倒在你鼻子跟前。他给我抬窑里去！老刺猬，来颗大红龙。牺牲11人，伤9人，2个重伤，估计够呛。47去掉一个11，再去掉一个2。 还剩34人，看这架势，等不到吹号人都打光了。你安排人把尸体和重伤员都抬窑里去，活的进去，死的就算了吧。四仰八叉的撂在雪地里，当心让炸弹给轰碎了。 轰碎了就捏不到一块儿去了。老刺猬，把死的和受重伤的都抬窑里去。没有人能救。我要是被打穿了脖子，别浪费那么多绷带，给有用的人留着。他躺着碍事儿，给他拖窑里去。 这是他没写完的家信，把缺的字给填上。黑子，你省心了，下去睡个安稳觉。 我小时候啊，给财主家放牲口，你那人一不小心把他们家小马驹给弄丢了，那老王八蛋，他拿棍子打我。回到家以后呢，我爹更狠，他直接拿扁担打。家里一共4亩地，赔给他们2亩半。 不是这个，我记得是个戴壳帽的。把地种好了，把老人伺候好了，天儿凉了，别让儿子往井台上去，结了冰滑。离大牲口远点儿。 别让儿子从牲口屁股后边过，提着下身那可了不得。指导员，我看行了，就写这么多吧。我再跟你加一句吉利话，祝全家老少平安无事。不赖。 完了这一仗，转身就回家。你呢？我不回去，我得混出个人样再回去。怎么着也得替我爹把地赎回来。哎，在那儿呢。是他，看看有没有手表。 有，这回连长知道点儿了。李宽庚，不要动！我去。 让你们锯的谁？我们看到你的表给坏了，为什么这边一块表打条命值吗？关哥，你请住啊！敌人坦克！ 先把团把李宽庚抬摇下去，把坦克放近了再打。是，准备燃烧瓶，把燃烧瓶拿过来，把那门炮推出来。加油炮，放加油炮，快等我命令，对着坦克后面的步兵。 没事吧？嗯，你没事，你什么事都没有。我冷，冷，快点，哎呀，冷，快点，拿火了吧，快点，啊！等我，你听我跟你说，我刚才听见机械后。老四伟，我现在耳朵不好使，他刚才说什么？吹号了。你听见吹号了？机械号。 还有谁听见了？老刺猬，你听见没有？你说到底听见没有？我听见了，集结号响了，他们一直在吹。你们聋了，你们就是听不见。连长，咱们走吧，你带大伙走吧。 你听见吹号了吗？吹号了，什么时候吹的？还有谁听见了？你们俩听见没有？你听见了吗？指导员，你跟连长报个数。全连阵亡32人。你大点声！ 全连阵亡32人，现在还剩15人，有6名重伤，能动换的都在这儿了。有2个在窑里，自己解决了。一直都听你的，听我一回。快走吧，再不走就死光了。他说，一直都听你的。 听他一回，赶快走吧，再不走就都打光了。王金存，你是9连的指导员，我现在想听你说一句，你听没听见吹号？没有，我没听见。 你老了，你他妈想害死9连啊！我崩了你！我也没听见。崩了你了！你在干什么？连长，你听听河对岸，我们团阵地还有动静吗？大部队早就撤走了。你们他妈的谁敢跑？ 别管我手榴弹不认人！罗广田，你装什么大个的？9连个顶个，谁打仗比你松？焦排长，焦排长是想给9连留个招。焦排长，焦排长，焦排长！ 我没听见吹号，什么也没听见。我不能下撤退的命令。对不起，弟兄们，把我兄弟抬窑里去，在他边上给我留个空。听见号的都可以走，我不拦着。我没听见，我留下。能动会的，跟我把炸药集中起来。把这几封信带出去，有烈士的，剩下的是我的。外伤愈合良好，听力障碍呢也基本上恢复了正常。三处骨折有2处痊愈了，站长后遗症比较严重，情绪不太稳，受过强烈刺激。在这边留点。哎，张大夫，你觉得这人诚实吗？会不会有意撒谎？不好说。不过今天情绪还不错。 老王胃口不错，都说我了，别叫我老王。好好，对不起。那你到底叫什么？谷子地，是子弟兵的子弟吗？谷子地，长谷子的庄稼地，识字识堵了你。可是这登记册上明明写的是85军254师761团2营5连下等兵王忠，那他就不是我的衣服，那李子上写的名字，那跟我没关系。 他压根儿不是我的衣服，不是你的衣服怎么穿你身上？这事儿我都说了800遍了，我来不及撤退，我躲在一个旧窑厂里，我肚子饿出来找吃的，我不换身皮裤子来吗？我不光找吃的，我还炸了他们的弹药车呢。那些坦克是你炸的呀？人家笑人家的，你们他妈跟着起什么哄？ 老天爷没让你们在战场上碰见我，是你们老爹老妈的造化，烧高香去吧！什么物件？那你在文河南岸被俘，这个事实你总该承认吧？我是中野139团预备队的，我奉命在南岸打阻击。我跟我的你的意思是说？ 你有可能在被俘之前，先被敌人俘虏了，是这样吗？俘虏？谁？你跟我说的部队番号已经取消了，我军的番号在年前已经全部更改，你一点都不知道。中原野战军已经改为第2野战军，我们这个医院属于第3野战军，也就是原来的华东野战军。你说的什么中野222师，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我们没有能力为你证实。 医院也没这个义务啊！2野跟3野的部队已经全部南下，准备渡江战役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是什么意思？你别在这儿胡闹了！我很同情你，但是一点作用都起不到。你的伤好的差不多了，趁早领路费回家。医院可以给你开路条。路费和路条是发给俘虏的。 不想回家也可以，你就去找你的部队，只要你找得到。老子39年就进了队伍，老子打完了小日本，打老蒋。老子你直说了吧，我们野卫八院没有这个能力甄别你的真实身份，留下来甄别只会给医院增加负担。再说，这对你真的有好处吗？像你这个年纪冒充下等兵的，我们以前甄别过，师级的有，团级的也有。 祝你早日康复。有炮兵没有？谁谁是当炮兵的？都是当兵的，痛快点！有，我干过炮兵。 干几年炮兵啊？嗯，时候不长，可是也有一阵子。最熟什么炮？就那种，那个炮筒得有。你们这儿都有什么炮啊？你中野的？没错。干过炮兵？ 干过，我还打过坦克呢。不像是真的。榴弹炮的高级设计也做得多。负5度，这正45度，是什么炮的设计啊？哎，你今年才多大呀？有20？我们连长40年，参加八路打鬼子，当兵不比你晚。曹部长，给他2钱，让他滚蛋。是，跟老兵油子。走吧。 他笑什么？哎，问你呢，笑什么呢？吃烙饼那样，跟我手下一弟兄一个揍性，饿死鬼脱生。一仗下来，吃烙饼的脑袋搬家了，让他留下吧。 美军的坦克正在横城桥集结，师长交代让我们在敌军的眼皮子底下设一个观察点，总攻发起前，把他们炸成废铁。好，我马上就去。叫观测班、侦察白各处2人跟我走。侦察白在北高地搜索敌人狙击手，还没回来呢。那就让警卫派去2人。我也去。炮兵的活我不掺和，步兵的事儿你用得着我。对了，弄几身敌军的衣服，这样能靠着近点。 明白，美军的吗？凑下，你那模样像吗？李承晚呢？顺着自己脚印退回来，警戒路2面，快！你别过来！你狗日的不抬腿，地雷就炸不了。你别管我，带着他们赶紧往前走。我他妈知道那炮往哪儿打呀？问他们啊！ 美军坦克！别管我，别他妈大火把子，走，把枪都放下，放下。李承晚的盟军，二斗，放松二斗，承晚就看这身皮了。No. Where is Huang Chengjun? Huang Chengjun. Yeah. Huang Chengjun. How do we get there? 他踩着地雷了，思密达。Whoa. It's okay, it's okay. Stepped on a landmine. Oh, not your lucky day. Looks like a French anti-personnel mine. You're lucky. Just his legs, you know, get blown off. Well, good luck to you. You're gonna need it. All right, let's get out of here. They got more important things to worry about than us.47个弟兄了，大哥，你可不能没！赶紧混蛋！我是动幺，全营射击横城大桥，标尺475，向右075，5连4炮，一放。 我走吧，再不走就都打光了。听不见号声，你就是打剩下最后一个人，也得给我接着打下去。李福才，烈士700斤。来来，满地儿张万才、徐福贵、张顺祥失踪200斤。我们不是失踪，我们村出现了5个，死了3个，拉2个算烈士，5个呢算失踪，这不公平。不公平。啊，同志，你给评评理。 我哥出去大帐篷回来，算不算烈士？闷什么？你哥也活不了，死也不能白死了。烈属一家补700斤小米，失踪呢只给补200斤，差500斤了。十三宝，这什么枪呀？从来没见过。哎呦，这枪我还真没见过。哎，同志。 我给你打听个事儿，您是本地武装部的吧？是。有没有中野毒二师的人到这儿来找战友？中野毒啊！哎，老刘，这事儿你负责，有吗？中野毒二师，部队回来人太多，记不清。哎，这位老同志，您给看看，这什么枪？这是鹰77啊。我在平西打游击的时候用过一支。 不好使，我男人叫王金存，我们镇的支前队在杨庄见过他，他是文化教员，信上说他一直待在后方。这打起仗来不分前方后方，牺牲、逃跑、被俘都有可能造成事故。同志，镇上人嚼舌头，硬说他是让自己人枪毙了。我婆婆临死都抬不起头来。 他是，妹子，你男人叫王金存，我是他的连长。当年的整个渭河沿线全是战场，在这集结过的队伍有10来万人，外来的支前队加起来比咱全县的老百姓多。当然了，死的人也多。按说应该是他。 可这模样全变了，矿长，还有没有老窑口？下边有一个废了，你带我看看去。走。还有别的旧窑口吗？就我们这一个，别的520年开矿的时候全都毁了。挖着人没有？没听说。我的人都躺在里面，你们就没看着？一个一个都好好的躺在里边，你们他妈怎么就看不着？老谷，冷静点儿。 这钢盔是这里挖出来的吗？这个我们这有的是，矿工部晚上拿它接尿。这是戴在士兵脑袋上的东西。老谷，你们他妈用这接尿！老谷，老谷，妹子，别听别人胡说，你男人是好样的，我给他证明，我给他证明，他把血泼在这儿了，我证明。 老谷，老谷，老谷，我给他们证明，我的弟兄们就埋在这煤堆底下。我给他们证明，我证明。他在省城读过密师范，也不打声招呼就走。婆婆想儿子得了病，就再也没有从床上下来过。一开始。 金存还有幸寄到家里来。48年8月13，接到的是最后一封，以后就再没有他的消息了。他天天给你们写信。怀里头揣得满满当当。大哥，金存牺牲的样子，你和我说说。他爱干净，头发什么时候都一丝不乱。他牺牲的时候也一样，他让一罐炮弹皮。就这么大一块炮弹皮，打着要害了，表面上什么都看不出来，就跟睡着了一样。头发还是平平整整的。大哥，别看了，一个人面都没有，全是无名烈士。爹妈都给起了名了。他们全成了没名的孩子了。人呢？包科长在那边蹲着呢。二斗，奔你来了。你不奔我来，你奔谁来？嗯？哎，这三个大老饼，你瞎没糊眼的你掉河里怎么办啊？你来这你告我一声，我接你去。哎呦，宋少累死我！你倒是你的兵呢，撒开。笑什么笑？不笑。是。记住了啊，这是我大哥，啊，谁？过来，你介绍一下。孙桂琴，你指导员家里的。你好，赵二头。你好。这就是我跟你说那赵团长，跟我一样没什么文化，进了炮兵学校就睡不着觉，最后让人给轰出来了。我自己打报告走，老造谣呢你。自个儿跑到温河县来找部队找人，我都找不着。你说他上哪儿找去？我把他领来，让你给帮帮忙。你有办法？我能帮上忙？这还发着烧呢，刚才来的路上鱼给击着了，赶紧帮忙拿东西啊！行吧，别动，撤过来。烧退了吗？退了，40度冒头，怪吓人。一直没睡啊？我眯瞪了一会儿，让他们给做了点挂面。 笑什么呀？知道给人家煮吃的了，不问问你亲兄弟饿不饿？你这，我再让他们给做点，这叫什么事儿？嗯，造型，逗你玩呢。大老饼，嗯，这回来这儿你得给我办3件事。头一件，你再给我开一份专业证明。 我不回老家了，回温和。他们那荣誉军人疗养院就盖在温和边上。算了吧，那地儿你不去都见鬼，去了还真成鬼了。不想回老家也成，先把那关系转到这儿县城来。以后你就随我吧。哼，你又不是我儿子，凭什么随着你？你是我干爹行？ 我说那地雷渣子长你脑袋瓜子里了，早晚得索引得下落。你那时候怎么办？就这么定了。关系老本线，人呢留在团里随便干点什么。真霸道。往下说，在朝鲜的时候你答应过我，说打完了仗你帮我找部队。老谷子啊。 几百万人的部队，打烂了争边，打胜了也争边。咱们再把自己当回事儿，顶多是那大河里的一滴水珠吧。谁在乎咱们从哪个泉眼里冒出来的？人家不在乎，咱们自己得在乎。我说老实话，我打那报告，你给我转上去没有？我转上去了。 在军区压着呢。他们说，总征这种寻人找部队的线，堆在那有10几万封，拆都拆不过来。慢慢等着吧。哎，他醒了吗？还没醒。醒了，报告。是团长。 2件事说完了，还有这么个事儿，兄弟，我给你找了一媳妇儿。谁啊？屋里头躺着发烧的。是你真瞎扯！你这怎么着？你嫌人家是寡妇？胡说！我凭什么嫌人？ 真不合适，我看挺合适的。我看你还挺合适的。咱们是亲兄弟，不说虚的。你说你让一瞎子捡这么大便宜，害人。你跟我说说，他脸蛋长怎么样？挺好看。我根本看不清他长什么模样。你说他要真是一大美人，摆在我这儿不太浪费了吗？ 啊，嗯，嗯，要紧的话你自己跟他说。你要张不开口，等他病好了，我替你跟他挑明。听哥哥的吧，他知道心疼死人，对活人绝对错不了。 有几个好朋友，哎，我们仗下来，阵地上只剩下了你一个人，是吗？没错，打到最后就剩我自个儿了。敌人的军服你是怎么得到的？你说什么？我们希望详细了解某些事情的来龙去脉。 闹了半天，又来跟我掰扯这事儿。过五关记得那么清楚，走麦城总不至于忘得一干二净吧？还想问什么？你们都说出来，说出来让我听听。我们假设你确实主动混入了敌军阵营，但你第一步是怎么做的？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当时到底心里头是怎么想的？ 对这么做的后果有什么考虑？组织上希望你认真回答这些问题，给我们一个交代，也给你自己一个交代。你的组织关系落在了我们县，我们有义务甄别所属的干部。伍子弟同志，你别着急啊，你好好想一想，想想再说，你仔细回忆一下，慢慢说。我说的已经不少了。 你们还想让我说什么？请你回答我刚才的问题。去你妈的！你说什么？我说去你妈的！你怎么骂人呢？伍子弟同志，你要冷静吧！你们往我耳朵里塞大粪，还想让我冷静？你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我死都死100回了，几句屁话我还负不了责。记下来，把他刚才说的话全记下来。别光记我说的话。 你们把这事儿也记下来。哎，老谷吃不了亏。军阀，这简直是军阀！他就这怂脾气。王干事，送二院县里领导啊！我，替我向龚院长问好啊！老谷子，想开点，别这样啊！不公平，太不公平了！眼神不好使，就别上来了。我眼睛不好，鼻子灵。10里外的林子要着了火，你看不见，我鼻子能闻见。老谷，你顺着路看。谷大哥，谷大哥，找着了！找着什么了？二斗哥收着馅儿，大哥，部队找着了！老赵没诓我吧？是真的，大哥。你们可千万不能诓我！不诓你，快跟我回去吧，大哥。大哥，你怎么了？你可小心点啊！是真的。你不能诓我，可千万别诓我。 主任，久等了。张团长，一路辛苦。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谷子地，我们团的战斗英雄，志愿军2等功臣。包老兵，能不能换个说法？我是中原野战军独二师139团3营9连连长谷子地，前来向团长刘泽水报道。这是军区防化团政治部的秦主任，139团部分档案就在他们这儿。谷子地同志，我代表全团指战员问候你。你们团就是以前的139团？不完全是，我们部队的前身有豫西6分区教导团一部分，还有139团的一部分。139团的档案我们掌握的不全，我们查阅了文和阻击战失踪者的名单，里面确实有你的名字。 刘泽水团长调到军政干校6分校任副校长，培养南下干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后，他又转入作战部队，任280师的副师长。老顾，顾连长，您是？我呀，我姓亮啊。 我现在是这个地方的管理处主任，你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哎呀，我是团部的4号院小亮子呀！小兔崽子，你小子还活着呢？嗯。五次战役来时候。 团长带着2个营打阻击，掩护全师撤退。等到自己该往下撤的时候，撤不下来了，阵亡了500多口子，或者突围了9连30几个人。团长的腰被打穿了，是我把他背回来的。后方医院耗了半个多月，没抢救过来。 为什么不早点撤？电台被打烂了，接不到撤退的命令，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往上顶。老爸去教导队出来的，有一个算一个，全他妈死心眼儿。小梁子。嗯。 我们守旧窑厂这波弟兄一个都没回去，团里是怎么处置的？大班长张政委亲自勘验过了，死的活的都找不着，都按失踪处理了。我是他妈猪耳朵，没听见你吹的集结号。阵地上好几个人都听见了，可是我没听见。我一直都觉得对不起他们。 根本就没吹集结号。他们都听见了。没吹啊！老顾，我得明明白白的告诉你，根本就没给你们9连吹过集结号。 为什么呀？团里也是突然接到了撤退命令，当时你们在9窑厂牵制了大批的敌军。如果按原计划让你们撤下来，整个部队可能有大麻烦，弄不好全都得让敌军咬死。刘团长，他没下达吹集结号的命令。 你们怕被咬死，你们怕被咬死，我们呢？9连呢？老顾，刘德水，老顾，团长一直觉得对不住你，他死以前一直还念叨嘞，他其实心里一直惦记着你嘞。我跟了团长10几年了，团长是个好人啊，你要怪就怪我吧，我没有给团长。 我没有给你们9连吹号啊！我对不住你们，老顾。刘德水，老顾团长已经不在了，团长已经不在了，你让我怕被咬死，你让我的九连全给咬死了，你让我给团长配个工作，我一个人，我给你跪下了，九连的弟兄们，刘团长给你们配不是了，我早就想把自己给咬死了，姓刘的，我他妈一直等你的好，我的弟兄们一直等你的好，一个一个到死，等着你的好。 哎呀！我顾子弟，你还没完没了了啊！哪有带他不死人的？哎，再说死了也不是你们一个九连。我告诉你，我当年是团长的警卫员，我现在还是。你要是再敢骂刘团长，老子把你头给你拧下来！干什么？这两是人。 非得找，你不给自己找麻烦吗？他手下人都死了，找你们找了那么多年，你让他嚷嚷两句怎么了？这事过去了，不给提了。 也别提了，都冷静点。俺不是，非得跟你矫情，吹没吹这号？咱九连47个弟兄，明明都是烈士，怎么就成了失踪了呢？ 你现在躺在这儿，谁能给他们证明这事儿？再给我重复遍命令。明天上午12点之前，在文和南岸旧窑厂，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阵地。还有，不管几点钟，以集结号为令，随时准备撤退。老刘。 好好睡你的觉，往后清明的烟酒，我年年替你供着。咱哥俩是一个命，你先走一步，我早晚得跟过去。就在那边踏实的等着我。 挖人，挖什么人啊？死人！哎，你跟矿上打招呼了吗？起来！哎，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跟矿上说了没有？哎，没跟矿上说不能在这挖。松开！不能在这挖！起开！ 老林是个疯子，你看，他疯了。这老兵是疯子。子立同志，你这样做是在妨碍敌方的经济建设。你是一个立过战功的老兵，应该考虑到影响。都一个多月了，他没时没晌的挖，把我们屯煤的计划都给打乱了。眼看大雪封山，我们要按时完成储煤的任务。老谷，有问题可以逐级反映。像你这样没时没晌的在这挖，我请人前后写过9封信，求大伙帮我一块挖。 没人理我，就算是大家都帮你挖，把这个煤山都挖走了，可碗底下什么都没有怎么办？那你们就帮我埋了吧。我早说过他疯了。哎，挖就挖吧。你们一定要注意他的安全。 到了饭口上，给打份饭，别让人饿啊！好嘞，进来拿工具干活，快点！来，他就在这儿住，这是我们矿上一个工房。里边有火吗？生火了，不行他早冻死了。这老兵是不是受什么刺激？ 小梁子找到了你们139团的张政委，首长听说您还活着，也知道了9连全部都阵亡的消息，急着想要见你。这是部队给文和县民政局的通知。你眼神不好，我念给你听。等会儿，等会儿，我得洗把脸。 关于追认原中原野战军独立2师139团3营9连牺牲人员为革命烈士的通知，文和县民政局文和县革命烈士陵园，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中国人民解放军原中原野战军独立2师139团3营9连指导员王金存。 一排长焦大鹏，战士罗广天、吕宽沟、江茂才、龚良国、孟世林等47名同志，在1948年解放战争文和战役中出色地完成了阻击任务，全体壮烈牺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特此通知：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和军分区政治部，1956年12月19日。小兔崽子们！ 我怎么就挖不着你们？都出来透透气吧，我的弟兄们！以下47人，全体阵亡，无一幸存。指导员王经存。民国37年腊月初4。报告首长，中原野战军独二师139团三营9连连长谷子地向您报告，我连奉命在文河南岸旧窑场阻击敌85军254师一部，击毁敌坦克3辆，毙敌官兵无数。全连除连长谷子地，余下47人全部阵亡，无一生还。报告完毕。辛苦了。9连列队完毕，请您检阅。9连在文河战役中，执行命令坚决，完成任务出色，特授予9连全体指战员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奖章。9连的英雄们，你们受委屈了。敬礼！预备，放！ 4号员，用，群号，是。